我知道你在这儿。你开门。你不开门，我就一直敲，敲到你开为止。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？躲到实习期结束吗？你也太怂了吧！谁怂了？有事说事儿。你为什么躲着我？谁躲着你了？我是因为这几天太忙，没时间跟无关紧要的人说话。无关紧要？这就是你跟我划清界限的原因。那我们现在什么关系？无关紧要的同事，无关紧要的邻居。是什么关系重要吗？反正你喜欢的人不是秦楚。你是在吃醋吗？从容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人不是秦楚。我喜怎么可能？你说你喜欢一个人很久了，那个人大概还不知道我喜欢他吧。不管你喜欢的是谁，总之不要再和我暧昧不清就行。你能意识到我在和你暧昧不清就好。少卿啊，你看你这么优秀，家世好，品貌好，还会下厨，一定很多姑娘喜欢你吧？不瞒您说，前几年学业忙，这两年工作忙，没时间谈恋爱。而且，我也还没等到我喜欢的人。哎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说出来，阿姨帮你参谋参谋啊。我喜欢中长发、双眼皮、瓜子脸。人有时候有点倔脾气那种。哦，是不是那种上面穿黄色卫衣，下面穿牛仔裤的那种？对，就那种。我吃饱了，我去刷碗。哎，就吃这么点儿啊？这温少卿到底有什么魔力？我妈第一次见面就刀割相向了。少卿，少卿，叫得也太顺口了。少卿啊，你跟阿姨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我们家从容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喜欢的就是从容。可是阿姨看从容对你，怎么感觉有点意见呢？阿姨，我俩可能有点误会。你们年轻人之间有点小矛盾、小误会，阿姨都理解啊，阿姨不插手的啊。但是有一点呢，阿姨得跟你说清楚。我们家从容啊，人单纯，性子急，啊，认死理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对他，千万不能伤了他的心啊。这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的。行。有你这句话，阿姨就放心了啊！快去哄哄啊，女孩子家要哄的啊！哎，洗洁精可不是一次性的。我知道，用完了。这可是我今天刚买的。今天洗东西不是多吗？那也不至于用一瓶吧？我多放了点儿，洗得清清白白不好吗？不就一瓶洗洁精至于吗？我送你瓶新的就是了。我说的是洗洁精的事吗？哦，水费我也赔了，还有什么我一起赔。Thank you.
记得这里吗？不就是我第一天来医院实习，你莫名其妙抱我的地方吗？这都是事出有因。你不是带我来找小胖胖吗？来这儿干嘛？因为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。我那天在这里抱你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确定你是我等的从容，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小女侠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从容，我是说我就是小胖胖。你说你要去你外婆家住几天，开学了就回来了。所以我每年开学的时候都在这里等你，一年又一年。没想到一眨眼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知道我在医院里面说暗恋你20年不是开玩笑的。其实我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暗恋他几十年。玩游戏的时候我说我喜欢一个人很久很久，那个人不是秦楚，我喜欢的就是你，从容。我希望这段回忆能给我们的关系锦上添花。从容，我想让你做我的女朋友，不想你把我当老同学。